有一首讲真的送给你们啦、啊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欢迎你们来到 YY43497。长啊，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，源自某种倔强啊，不说删去又不敢想，明明对你念念不忘，思前想后越发紧张，无法生长，爱没爱过，想听你讲。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也好过一直拖，自作多情了，好吧我认至少能换来释怀洒脱，没丢失掉自我。今夜特别漫长啊，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，源自某种倔强啊，不说删去又不敢想，明明对你念念不忘，思前想后越发紧张，无法生长，爱没爱过，想听你讲。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，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也好过一直拖，自作多情了，好吧我认了，至少能换来释怀洒脱，没丢失掉自我。现在的宝宝们，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醒了，好吧我认了，至少能换来释怀洒脱，没丢失掉自我，没丢失掉自我。